圣高无双，这是这首诗歌开头的两句话。的确，圣使徒约翰在2000年前就看到了这个异象，他看到了一个安置在天上的大宝座和那坐在宝座上的，他又看到四个活物不断赞美坐在宝座上的，又有24长老俯伏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。在宝座、活物和长老中间站着被杀的羔羊，这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子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将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，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神的羔羊耶稣基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
哎